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我是王祥云。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盘棋呢，是2019年国际元老邀请赛，由中国的于斌九段执黑对阵日本棋手王立成九段。那么今天呢，也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呢是朱鹤阳老师。赵老师你好。你好，祥云，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应该是。这个比赛呢，应该是现在是到了最后的决赛啊。于斌呢，是我们现在中国国家队的这个总教练。王立成呢，也是应该说是日本的这个成名已久的这个世界冠军了。是，我觉得真的时光很快啊。这个王立成九段也已经60多岁了，对，都进入这个元老的行列里了。这个比赛呢，我们在前方有一个小片儿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小片儿。啊，这个是在韩国进行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元老比赛啊，这是刘长鹤。对，我们可以等一下看到很多曾经叱咤棋坛的这些大前辈。前面我们看见是林海峰这位应该是武庚正术九段啊，是非常的让大家喜欢的棋手们啊，这是我们的于斌九段，就是他们现在抽签啊，芮老对，师、是芮老师，芮乃伟九段，赵日勋，都是大前辈了，真的是元是，老级的人就物。这个仿佛回到当年六超时代，啊，这是还有我们对阵，看还有小林光一，应该是。这个是在进行手模啊，都是留下了很珍贵的记忆。对，我们还看到坐在下面的还有韩国的著名棋手曹新玄。是，现在曹新玄九段已经成为了韩国的一员。这次比赛曹新玄是没有参加的，对，好像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哈。也是他们现场的这个拆仙。彩仙，这是林海峰老师，对，于斌老师，这是左边的是梁宰豪，对，我们的，这个大家喜爱的刘晓光老师，对上徐凤珠，对，他其实是中国队三人，然后就是每个队其实都是三个人的团体，然后同时也有个人的进行，我们给大家今天介绍的其实是个人的决赛。是这样的，这是王立，左边的是王立成，对，刘成鹤，好的，那么欢迎回来。刚才相信大家看了这个现场的画面以后啊，已经迫不及待了，可能，因为真的是就像刚才周翔老师给大家介绍的，那么多星光熠熠的前辈啊，包括小林光一，就是我感觉真的是很多久违了的棋手。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比赛啊！现在我们应该说是年轻棋手的天下啊，但是越来越很难看到这个元老级的这个棋谱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能看到一个这种，应该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一个比赛吧，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是。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就给大家从棋局开始好的，啊，再开始慢慢的聊？这盘棋，于斌九段是执黑棋。是，两位棋手呢，这个应该是经过拆仙，这是决赛的话，应该是，是拆仙，于斌九段是猜到了黑棋，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手棋，周老师啊，我这样想啊，就是您看。大家都觉得啊，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棋手们了，但是好像也接受了现在 AI 的这些最新的下法啊，一上来也是点三三了。您觉得这个下法您怎么看待呢？这个点三三现在应该是最流行的一个下法了，因为现在应该说围棋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了。所有的棋手呢都或多或少的受到 AI 的这个影响。当然元老级的棋手呢会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呢也是会受到这些启发和影响的，所以这个棋呢应该还是说比较正常的，我觉正常得。尤的。其黑棋呢是我们于斌九段，是。我们于老师呢是现在中国围棋队的这个总教练。所以他对这个 AI 的下法应该是更加熟悉一些。啊，非常的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进程给大家摆上。
白棋是挡在这边，黑棋是爬，嗯，长，这都是最常见的一个下法了，之前也有白棋挡在这儿的下法，应该说这都是比较常见吧。是不是这个选择其实挡哪边都可以、啊？都可以，以前似乎是挡在这边的多一些，然后现在好像大家又流行挡在这边了，当然这盘棋王立成呢，应该也是。他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台湾人啊，但是从小在日本学棋，这个所以说呢，他是属于日本棋院这个那个入属的棋手。嗯，是。所以说他虽然是日本棋手，但是应该说对这个 AI 的下法也是很熟悉的。是是是，我在那个网上看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赛后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有记者问他，就是那您现在对 AI 怎么看？他就说，哎，我经常在家里跟我女儿一起研究这个，网上的这个 AI 最新的下法。对对，所以现在大家棋手其实对这些都是研究的很多很多。对，因为 AI 下法嘛，在电脑上是很容易就能进行猜招的，这个确实。地域的这个限制是越来越少了。好，我们看看这个棋这盘。接下来他是选择飞。嗯，飞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棋也有跳的。当然爬也有啊。是跳一个，周老师，白棋一般怎么样应对呢？跳的话，白棋一个当然是有冲断，但是这个冲断的下冲一个挡住之后，这个断不好选择，就是这个棋形如果白棋断里头呢，黑棋会吃在里头。嗯，断外面呢，黑的会吃外面。啊，断哪边吃哪边。断哪边吃哪边。也有一就是白棋就是不动手，就放在这儿。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形状啊，就脱先了。对对对对，所以跳呢是有的，当然现在好像似乎是走飞一个是比较多一些。是，嗯，然后接下来白棋就又点它了，点三三，这应该都是这个最流行的一个下法，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推荐的一个下法吧。现在基本上走星位都是点三三比较多一些，黑棋是选择挡一个。对，那于斌老师的棋风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就是这个酷爱实地嘛。对对对啊，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像王立成老师他这个棋风啊，或者说他更擅长的是哪种局面？王立成老师他应该是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均衡的棋风，就是说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棋局啊，就是有点像那个我们说的就日本的以前的棋手叫本格派啊，就是还是属于中规中矩的。但是呢他还是力量上我觉得还是就是在他那一代棋手里头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啊，就是既有力量，然后在这个防守上也是非常的就是你说的本格这种。对对对对，就是他的棋风还是比较全面的啊。应该说他是王立成老师呢，应该大家就是就对他的印象就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一天基基是一个时代的，一天基有可能很多棋友是比较熟悉一些，非常熟悉，他应该是算跟一天基基在那个时代是比较齐名的一个前辈，其实他最好的那个时候是拿过日本的棋圣赞的冠军，然后另外一个呢他是世界冠军是拿到过我们的春兰杯，当时是2-1战胜了马晓春老师，非常厉害。对对对，是，看看这盘棋，这盘棋黑棋是选择了搬下来啊，这个棋比较常见的还是长一个，长一个，那我白棋爬还是飞？你还是飞吧，这两边同行了。对对对对，这个是现在出现比较多的一个形状。接下来黑棋也许还会点三三，继续是吧？把这个棋盘上能有点三三的地方都走掉。对对对，因为现在棋手好像是对付星位是最喜欢的是点三三了，这也是人工智能推荐的一个标准下法。经常你会现如果是四个星位的话，经常是开局四个星全都是各点各的三三。是是。当然这盘棋是于斌变招了。对，我觉得于老师他应该会就是想要把目前拿到自己手里的那种棋风。对，连扳。对，连扳。这个下法呢，应该是白棋速度比较快，但黑棋是取得了小弟，比较实惠一些。应该说这个还是下的比较有针对性一些。
因为呢，于老师呢，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您是觉得，做这个洗衣机，洗衣机啊，那您可以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怎么得来的？就是洗衣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擅长于在敌方的阵势中这个打入做活，这是于老师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绰号吧。对，那就是说他们也非常了解了，所以也是希望就是先拿住实控，然对，然后。后不怕对方的模样啊，所以啊，这盘棋呢，这个于老师是比较针对性的，是先把这个角d 给取掉了，但是呢，现在一般来说，就是白棋能先手提一个呢，应该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白棋呢，应该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是，接下来下一手棋他又点三三了，又来点三三了，就这棋盘上我们看四个星位，现在已经点掉三个，对。这个点三三确实是现在最流行的下法。要以前的话，应该还是挂角啊，或甚至分头是比较多的。现在，是因为这边就是说，觉得对方有所谓的后势，对，要限制他的这发个展，总之以前是不太可能想到点三三的下法，但现在呢，几乎是一种必然的一种下法了。那我要挡哪一边呢？我每次看到这点三三，总是可能我相信爱好者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就是我选择很纠结，该怎么样考虑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挡啊，应该尤其刚开局，挡哪边都可以，没有说什么硬性的那个规定。应该说还是看个人的喜好。以前呢，最早肯定是要挡在这个我们说挡这在个这位置，个自己势力的这一方。当然后面呢也有发展了，说挡在这边呢，就是如果他爬的时候呢，他再飞过来。这样。对，当然这个会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下法。这盘棋呢，因为这边应该白子棋争资有利的话，黑棋有点勉强，就是他拖的话，这底，哦，您是要这个，我们这说的就，米氏飞刀。对，总之这个下法就比较复杂了。这个会跟那个争子有些关系。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出来，现在就是大家就选择挡这边比较多一些了，就是选择这个。这个下法应该说呢，我觉得都可以，还是要看个人对这个棋局的喜好。就主要还是看后面怎么把握。对，这盘棋呢，应该说还是大家都是比较正常，都是选择了就是挡在自己势力的一边。哦，是，接下来，长飞。应该说，双方还是下的比较简单明了啊。对，这没有再过多的在这儿进行变化了。对，然后这个时候，我相信如果爱好者们一想，啊，那我又先手了，是不是我又可以这个了？对，这步棋应该说，现在点这个三三呢，应该这么说，没毛病，没有，没毛病，这就是你现在点三三是没有毛病的，就对，是你如果有人说质疑你点三三的话，你告诉人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高手，包括人工智能，第一选择都会点三三，所以说这个点三三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反而下一步呢，以前我们说是比较最常见的下法，反而变成现在最，反而是最少见是，现在这个棋啊，给大家说下实战了，是在这里挂挂角，角了。以前是肯定是会选择挂角的，对，但现在呢，反而是这步挂角已经是比较少见了，然后接着白棋是夹击夹它，击，我倒是觉得这时候黑棋有一个选择啊，就这个时候这边我觉得可以先放着不走，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这个形状，我觉得要跟棋友们稍微那个说一下，这个形状就是之后这个白棋贴和黑棋这个飞，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好点，哦，就是双方其实都想下，是吧？对，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点。现在呢比较容易啊，我们按以前的思路呢，会觉得想这边连片啊，比如说这个或者这个吧。是，不管你这两个走哪呢，白棋很有可能是会选择这个贴上来，这样限制到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黑棋可以考虑飞一个，因为下一步这个飞很舒服，飞和这边这个见合一下，见合，那白棋应该不会在这边再硬了吧？对，是可以。你比如说你这时候选择分一个啊，我不知道我你可分能在哪会啊，走一个手。这样我这个再飞下来也很舒服，这样你要活你就只能爬，这个挺难受这长。的。长。我再爬，再长。我再唱，对，哦，就让他必须要这个团演。对，我让你团演。
我们知道这个定式呢，以后本来说可以兼的，兼要需要花手，现在我这个兼就可以省了，这样我就可以选择这个加工过来了。嗯，我现在是比较推荐他现在可以考虑飞一个，飞一个，嗯，因为飞呢这步棋还是挺厉害的，嗯，所以说这个形状呢，我觉得可以跟棋友们稍微说一下，这个飞和这个贴是一个很。一个布局上的一个要点，是感觉上好像不太经意发现，对 对。但是您一说呢，其实大家可能有这个感觉，嗯、黑这下多了，对白棋其实也是一个威胁，相对的。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是比较推荐现在走这个飞的。啊、感觉上很大局啊，嗯、这手。因为这个棋呢，我们经常说就是黑棋去尖一个是经常在棋谱上也会出现的。嗯，但这盘有一手价值。对对对，但这盘棋呢，因为它这个正好是给它打散了，这步棋几乎是不能考虑了。嗯，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先飞一个是可以考虑的一手棋。嗯，当然这盘棋呢，于老师呢是还是先选择这个快速的行棋啊，嗯、还是选择挂了一个。对，要在这边也把这个定型定了。嗯，加鸡。加鸡。二尖低加。周老师、嗯、一般定式的话您会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的下法呢？这个场合我觉得加在这儿还是不错的。嗯，当然我们最常见的是一间低加了啊。这盘棋我猜测他大概也许有担心，有跳了、哦、跳起来、跳了飞压过来，有可能这样。嗯，还是小飞。嗯，总之他有，我猜测大概有这样的担心。嗯，当然还有二间高加也比较多一些。嗯嗯，这都是比较多的。嗯，这个呢就还是偏向于这个下面更坚实一些。嗯，我觉得这个现在走这步棋可以，挺不错的一个选择，感觉是一个好点。是是是。嗯嗯，以前我们说加的松呢是怕别人双飞燕过来。哦，这样。对，但现在呢好像大家也不是太害怕了，这个双飞燕经常是就没子儿，脱先，都经常脱先让它双飞燕、嗯、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挂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地方。没错没错、嗯、以前我们说这个双飞燕是最害怕对手下的，嗯，相当于一个空角的那种威力。对，但现在呢大家都把这个双飞燕基本上是就是不当回事了那种感觉。对对对、嗯、也是有了 AI 之后的一种变化。对对对、嗯，所以呢这盘棋呢这个我觉得于老师就是周二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是不是我觉得于斌九段特别喜欢特别简明的下法，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如果是双飞燕他觉得也复杂，我就点三三把这儿简明处理了，嗯，争大局。一个是他还是比较喜欢实力的下法，就我们刚才赛言说的、嗯、他是他的有外号叫做洗衣机，很擅长于洗对方的这个模样。是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比赛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快的，所以他有可能需要把这个时间呢还是要保留在这个后边、哦、嗯，所以说下前面下一些简单的这个开局的话、嗯、把时间留在后边是比较策略上是比较好的。 嗯， 嗯，没错。是，那他现在这个棋就选择了简明的定型。对对对，就点三三了。点三三。嗯嗯，这个点三三呢虽然是比较简明的定型啊，但是现在的围棋理论呢是会觉得这个点三三这么下应该是不如直接点三三好。哦，是吗？就说我挂了一下再点反而不如直接来。直接点。因为这样我们能比较能看见啊，其实我们这样手术是一样的。是啊、但是这个地方你看白棋就相当于已经猜了个边，这边你没有猜边。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有可能以后会有加下来啊的可能性，但是呢就是说白棋的速度上会偏快一些。嗯，我的理解呢现在人工智能的下法主要布局上还是强调速度。嗯，就是速度上就是更快的一方呢他比较喜欢，就是人工智能。 对， 对，这个棋呢就是虽然黑棋的脚力获得更完善一些吧，但是从这个速度的角度来说是显得慢了一些。嗯，落了一个后手，就轮到白棋了。对，主要是白棋相当于这地方多猜了一下。猜了一下。嗯嗯，理解。然后接下来白棋就，其实这个棋周老师，我觉得它已经成了一个，就是四个角都定型完了，嗯、分割，它实在是走了这个。嗯。觉得分到这儿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呀？对，这个棋就是分头呢是一个明显的好点啊。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贴一个，这也是可以的。嗯。嗯。当然您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对，如果是我下我是有可能会选择这个贴的。哦，嗯，这个贴之后呢这边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变化，就是搬完嗯这样一块、嗯、这个下法还是很厉害的。哦，这样等于是我如果是冲了断
这样你吃我这样打下，就等于我能翻下来。哦。嗯，所以说这是地方白棋，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地方黑棋有可能要尖一个，是有要防这个下法，所以这棋我们要知道。所以我踢完之后，这个下法就更加严厉一些。嗯，当然这个呢是一个下法，属于看上去有点慢，但是属于那种后发先至对对后发制对，人的那种下法。但这个呢，也是一个明显的好点，我认为也不错，这个还是比较符合这个王林成的棋风，棋风哎，比啊，较符合。感觉就是本手嘛，嗯，中本规手，中矩的一招，对，对，然后黑棋的这个，可以做这个，嗯，然后白棋，下一手棋它是脱先了，周老嗯，师对，没有在这边接着应，对，就我觉得大家可能爱好者朋友第一感就是嗯，觉得会是拆二啊。嗯，猜啊，这个二。棋觉得好像毋庸置疑啊，对，这个应该也是一步比较正常的一个想法，嗯，但是呢，他这个应该说脱先呢，应该是更加积极一些，因为呢，他这个棋呢，他已经起，就是黑棋我们能看，如果猜三的话，这个位置并不是太好，因为下面还有漏，上面人家贴的你的那个幅度都很小，然后棋形并不是太满意，所以他这步棋呢，从白棋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太怕黑棋加过来，哦，就这个方向无所谓。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的意图也很明确，就是说我本来如果没有这个交换呢，黑棋可以猜得更舒服一些。哎，现在我能走着一下呢，我其实他已经当一种便宜了，他觉得，嗯，所以说他脱先呢，也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吧。当然，猜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是看他的选择。对，看个人的喜好对对啊，对这个棋局的一个进程的对，对，选择。嗯，哎，其实。选择搬，嗯，这个就就是我像们，您刚才说的这个手段，嗯，就来了。对，这个棋一跨呢，这个地方黑棋是有一些难受的地方，正常来说呢，这个棋是要冲的，冲呢，我嗯，肯定要就断，像刚才说的这个定对，式。嗯，像这样，这个定式呢，应该说从局部的角度来说，黑棋是明显是吃亏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能看一下，就是白棋只是损了一个段，但是被这个头已经完整的扳下来。从局部的角度，肯定是白棋吃亏的。黑棋嘛，是黑棋吃嗯，啊，亏不对，吗？黑棋是明显吃亏的，局部是应该白棋得利的。嗯，所以说这个下法呢，如果黑棋这么打呢，是属于比较那个委屈的下法啊，一般会说选择这个反击。那我就从这儿吃。嗯，这个下法是比较多一些。啊，接下来白棋这是吃是棋，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长是吃，哦，然后粘上，飞，飞，这盘棋应该争子不利，应该白棋会选择飞这个，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出来就是下面有一个黑棋应该大概会猜这个二，白棋应该大概会抢到这个贴，那这样白棋这个间隔比较好，好像这个地方很立体，对。这个应该是白棋比较，应该是他的一个意想图吧。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图。如果黑棋，这个飞呢，它这个逼这个也挺不错的，所以说这个棋是白棋的一个意想图。这么下呢是比较常见的反击啊，如果吃那个呢，白的局部也是比较满意的，所以这个棋现在这么走呢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觉得黑棋有可能当初这个挂呢还是偏慢了一些，确实是有可能慢了一些，等于把主动权让给了这个白方。就是您说他这儿就可以选择我觉得刚才这挂我要我下我还是会选择这个强调这个飞这个，了。我觉得这个飞挺大的，嗯，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白棋三搬了一靠，你靠，对，这样大家就可以学新的变化了。吃在这儿，吃在这儿对。是在这儿呢，也是一个下法。这个棋呢，就是有点儿我们说的叫契合啊，你走你的，我走我对，我而的。且是打破你的意 图，对对对，这个应该说就没有办法了。这一吃之后呢，白棋几乎只有站住了。如果说这个棋还是吃这个的呢，黑棋是不会提的，它是会冲过来。对，这样再断的话，这样应该能长出去了。这样你提一个，我咱们就转换了。啊，这样我提一个也可以了啊，这个哦，就白是，棋已经就是对，很难应了。就是这样。你本来你是要吃在这边的，所以他不可能吃这个。就基本粘也是必然，粘基本是必然，这样黑棋是长出来。好像突然之间一个转换一样的，对对对对对，
应该说，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转换，这个下法好像挺常见挺常的，见的，是，这大家也是看到这个下法，以后自己也可以尝试一 下。对对对，这也算一个定式吧，虽然是有点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挺难理解的定式，但是这个下法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您觉得这个变化谁相对得分一点呢？应该说是从这个局部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差不多的，双方各有利弊吧。但是这盘棋配合，我觉得白的还不错，因为现在白棋这边走一个挺好的，就是他正好配合这边这几个字是，那周老师，您看是不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啊，稍事的思考一下啊？我们也给大家稍微留一个悬念，就是这边的变化呀，定型完了，接下来白棋该怎么样掌握整盘棋的这个流程？大家呢稍微思考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盘棋。现在呢，白棋应该说比较容易想到的一步棋呢，应该是贴一个。这个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但是这盘棋呢，这个王立成这个老师呢，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少见的下法啊。他实际上是先在这点了一下对，这个思路还挺有意思的。啊。先，这个因为是绝先，那我肯定要应，然后被立下来了。对，他是看一下黑棋硬在哪。这尖在这儿呢，就是说以后还有个利益的一个劫财吧，但这样如果交换之后呢，确实不能考虑贴了，这样他是实际上是选择的是飞，这两步棋应该他的意图还是想行棋快一点，快速。当然贴一个呢是比较后势的一个下法，这个呢就是速度比较快的一个下法，应该说各有利弊，是。这样呢下一步黑棋也是没有办法了，是必然是得进来了。进来了，那这个选点，这个实战，差不多也是这里吗？差不多，我觉得这步棋还是选点还是选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还瞄着这个点，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应该相信我们的于老师，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他这个洗衣机的这个绰号啊，所以他对这种大模样的这个把握这个分寸的清削啊是很有心得的。所以您是觉得他这个选点一定是就是因为经历的多了，这个点选出来的应该就相对来说不错。对，应该是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可以这么说。有意思，那这个地方一走，就相当于现在作战是不可避免了。对，接下来白其实也是既定方针，选择先把它震进去。黑棋是刺了一个，这是黑棋的这个先手便宜。那这个绝弦我得硬。硬，然后黑棋是跳一个，是。应该说黑棋简单的这个三步棋啊，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些眼型了，应该还是觉得整形还是整理的不错的，我还是觉得就这个下法呢，虽然是一个比较快速下法，但是我要推荐大家，我还是喜欢这个贴的下法，我的棋风还是偏厚实一点，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贴的下对，法。周老师，我觉得您就特别擅长后发制人。对。那现在这棋白棋要把黑棋得攻到里边吧，不能让它出头。对，这步棋还是走的比较积极，次，那先它刺，就是粘上。粘上，应该说这样呢，就是先手把黑棋的这个头啊限制了一下，然后然后他是跳一个，跳一个，那这个也是对于右边它有所这个相当来说一点压迫。对，这个肯定是跳一个，本身就是有一手棋价值，就是说黑棋本来呢，应该说，正常的这个地方它走一个是挺大的。这样这边出这个头角了。就是完全安定了，还出头了。当然，刚才这白棋已经扩张，它没有时间走这个，所以白棋呢现在等于是还是把这手棋抢回来。这样呢，它应该是白棋呢，就是它应该也预测到黑棋肯定会进来，它也是就是攻两下，然后还是能转到这边。没这有说，手很大。对，没有说要一定要把黑棋吃或者吃掉它或者怎么样把它攻得很惨，它也不是这种想法，它是属于还是慢慢图之的那种策略。这白棋走这个黑的也是不好出头啊，对，它是小尖。小尖的下法是比较委屈的，比较容易想到的还是拐一个，拐，拐我肯定要火。对，这样搬出来，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我猜测他大概是怕别人断上来，断掉嗯，啊，不给出头。对，因为这个边呢，白棋这个挡是有先手味道，对，要不然这个被一打一粘是死棋，嗯，嗯，然那后如这果这个被断下来的话，好像这边不太好处理边，嗯嗯，主要是比较复杂，啊。这个棋最主要是有点复杂，嗯。嗯，黑棋。嗯，总之这如果要长出去啊，这个下法反正是比较复杂的。应该说，于老师没有成算，所以他没有选择这。当然，这个下法是最刚硬的下法啊。嗯，就有些棋手就是，就叫什么这个，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一这定种就要选这这个个，就是最刚硬的下法。嗯，嗯，但于老师的棋风其实还是比较柔和的，在该柔和的地方还是下得非常柔和。他选嗯，择尖，尖，那就得跳了，跳，嗯。嗯。这样的白棋的形状，应该说还是不错。是，白棋也没有跟他正面，就是说硬要作战哈，对，他就长了。嗯，因为这样下来呢，白棋这个通过这几手棋呢，这个地方已经就是我们能看出已经有一定模样了啊。嗯，隐隐约约的就觉得这儿目好像挺有效率的，对，形成了一个模样。对。嗯，以后呢，如果这个形状白棋挡下来之后呢，这个你黑棋是必须得马上走的。嗯，啊，当然他不走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以后，黑棋爬的话，白棋假设说啊，这个地方扳住之后呢，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问题，黑棋对，如这果可以打了扳进打了去。扳进去，嗯，就白棋还有一种可能性还不肯挡着，哦，就是他保以留。后直接就这么一打，一扳有个打劫活的可能性。嗯，那他实战黑棋也没有在这儿走了，没有走就了，像刚刚您说的，他觉得这个特别大。这个爬呢，确实有心情爬一下，但是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他这个时机未必好，嗯，因为为什么？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你爬呢，就白棋扳住呢，这个还是有打劫活，嗯，就是这个地方，如果白棋下啊，哎，白棋肯不肯挡还是一回事儿，啊，哦，嗯。就白棋挡呢，等于把我这个补卖了，成净活是，了，啊。所以说白棋呢还不一定挡，如果不一定挡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去爬这一下嗯，了。所以您是觉得这个时候不在这边行棋，我觉得这个棋中间特别的从大，中间出来，就是从这先在这边先下手，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嗯。当然这个爬呢，应该说，所有的棋手都是想爬一下这对，种，也很诱人。就是有爬先爬一下，一般嗯，来说会觉得能爬到。是，这个棋就怎么讲呢？就是黑棋把这个爬了以后，白棋没有马上再应。白棋就像您说的，他觉得这边靠出特别的大，对，他是在这儿跳。跳他，因为现在黑棋应该还没有合适的时机吧，就你是嗯，不敢出来嗯，的，所以他这个跳呢，应该说现在还是比较积极。而且肯定应该是先手。黑棋因为这个地方出头不是太方便，嗯，所以黑棋还是实际上是选择就地做活。这活，那我跳一跳下。一跳，嗯，冲，冲，冲，我有点难受，是吗？有些难受，因为你挡住的话，我这一尖你很难受。哎呀，这我好像这个子不知道该不该要了。对，嗯，所以他是实际上是选择接，粘上，嗯，黑棋是挡住。对，然后白棋回到这个。白棋呢，它的意图就是压缩一下黑棋，然后这边让你这个头基本上是出不来了，嗯，它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这样呢，这个地方白棋呢，等于说你如果走呢，我就算了；你不走呢，应该是看上去有些危险，因为你的头对，出不这来个了。应该不能算是活棋，对，嗯，你如果肯在里头补一手呢，我也算比较满意了。嗯，是，接下来它是这个。次，这个还是策略上他还是不肯补，然后想便宜一下。嗯，比如说你要是肯这么忍一下。那我再补也行，或者甚至我还能再压压你，再问问你，让你往里头走。所以白棋呢是，当然也是不可能了，就是说这个肯定是一定要反反击的。击，对，这个地方，双方的应对呢，就是黑棋现在长，就像您说的，他其实是不是就是想让你能粘上就，对，他就是想做活之前呢要便宜两下，嗯，可以这明么理白解。了，嗯。然后白棋是走在这儿，这个也是补得非常潇洒啊，应该说这个也是最高效率的补法。他就嗯，是你不一就是老让我补回去嘛，那我就一定要
要撑住这一下。下对，棋有的时候就是撑住这一口气很重要。是是是，这个跟效率啊什么都有关系。对，让他是过来这个一般，抽。这个应该说是黑棋呢，是一直想逼迫白棋补回去，这个算是达到目的了。啊，白棋补上。补上，但这样一来呢，白棋的头呢也是彻底的被把黑棋的这个头啊彻底的给断掉了。这样黑棋呢，如果再不走呢，是危险性就比较大了。他是补了，补了，他并上一个。补一个还是比较正常的想法，因为这个棋呢，我们可以说啊，一个是说这个地方又打了搬进去，这另样外一一个写，这个地方可以力看是出这个先力手，是绝对先手，是，你我搬你再吃，我粘进子女了，对，这样我如果力先手的话，我这棋应该是能点到这儿了，如果你加呢，我是不太搬，也为多，点到这儿黑棋就比较危险了，对，这显然你也锁不住它，就算你补一个，这样。顶一个的话，粘住了，这个黑棋的眼力有点小，是，所以说这个黑棋呢是几乎是只能补一个，嗯，但补一个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打劫货，这有点难受。没错，所以白现在就把这个外头粘住了，那就粘住了。是，这一圈我认为啊，这个棋黑棋不便宜。这个应该这么说，他一直是逼迫白棋补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交换一圈之后，黑棋这五个子儿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有重，点就是这个包袱一样的对，像个啊，包袱一样，弃掉也不是，然就后，是甩不掉，对，就是好像就是，真的是走了一圈是反而感觉是吃 亏吃亏了，了，这一段呢，我觉得应该是白棋下的更漂亮一些。应该说黑棋呢，想先手便宜两下，但最终呢是走出了一个包袱。对，现在这个孤棋必须得处理。他是飞，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已经很重了，不走嘛，就气也舍不得。应该说，这个棋黑棋，这个走了一手之后，还是明显还是有些薄弱。所以说黑棋现在是应该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个一个时刻。然后另外我们说这个地方其实黑棋还是差了一个劫，就啊，是对，这个地方是个景气劫。对这个地方随时有一个这个打劫吃角的下法。这样冲的话，等于是这它个可以劫还挡上。对这个劫对黑棋来说还挺重的，因为白棋可以消到这儿，是。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还是有挺大的负担，所以说这个地方现在黑棋是有些难办，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被人家攻得很惨的话，这个就会形成很有利的劫材，白棋，是是，而且白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本，这个打劫。对。对，现在黑棋呢已经是到了比较困难的时刻，这时候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于老师啊，这时候应该说下一步应该是走出了胜负手啊，在这啊，靠，靠一个，就是想在这个地方跟他找出头绪来。对，这靠一个呢，有另外一个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如果你搬的话，它这边这个地方黑棋是有一个断的形状，断我本身应该是打吃吧，对。这样我们能看好到，比如说像，你这一加，对，这这个个就应该出现问题了。是，所以这个是于老师的一个声东击西的一个想法。对，他也问你哈，你也不好用强，对，所以白只棋能长，长应该是正手。然后走这个，这样子，在这个地方争取把白棋给分断了。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想把攻防这个厚薄给逆转的一种思路？对。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我认为应该是个胜负手啊，因为我们说白本来呢是黑棋就挺薄的，然后这地方还差了个劫争，但是黑棋这个下法呢，就等于要强行把白棋分断，就是说他要制造这种作战的头绪，不能让白棋轻易的就是攻击黑棋，我要把你一块儿给搅进来，没错，没错。这是应该是黑棋现在是一个争胜负的一个胜负手。
那白棋也是必须得正面应对了，对，就不能考虑从底下什么的。对，因为这个棋客观点说，应该确实是白棋后，黑棋这个下法是比较无理的，所以反击是正确的。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对，黑棋这加，样，这样一个，这也是这个棋形一个加的，是一个好点。接下来白棋是下得很简明，对，他就上边，哎，这个很大局啊，对。不去在这儿跟你纠缠了。对对对，正常呢，就是说你立一个也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这样立呢，黑棋应该就会往外面走，建一哦，这样我也挺重的，个，这对，一根棍子，是，长或者跳。对对对，这样呢，黑棋有个好处，就我顺道把这个连在一起了，所以白棋呢，现在策略上是首先把黑棋分段，他实战就是把这个先给打过来对。啊。然后黑棋度过，白棋是镇这个，应该说下的还是比较简明的，对，好像我觉得还是白棋把控着局面的样子。对对对，应该从这盘棋来看呢，应该说是王立成这个老师啊，应该说是下的非常好，我觉得整个棋局是在朝着他比较擅长的那种局面中进行进行的的，啊，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发挥的，就是让我们一览无余。对，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于老师呢，他比较擅长于这个在大模样中这个做活，应该说也是比较，对，也是凸显了他的特对点。对对，是，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黑棋怎么样制孤了。现在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地方还欠了一手棋，所以哦，说有现个在黑棋，棋是有一些头疼是他的，实在是靠这个。靠这个，靠一个。白棋是搬，对，然后他断一断一下，个，这是借劲儿，是，下一步是一步杀招，它是长了一个，把这个眼他要破掉。对，这个长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手棋，正常一点，我们说他希望白棋提一个，这样黑棋再一打，这应该算是弃了这一个子儿，我们说弃子整形了，所以说这个能不能长到这一下是一个要点。这个时候呢，经过计算之后呢，这个白棋选择长一个，对黑棋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黑棋如果粘的话，我是冲出去吗？对，这个应该是黑棋是挡不住白棋，如果长，这个就打掉吧。这个就是，绝线。这冲，这明显是应该说被打出去了。对，这样没有气黑的。一打，你跑，我再吃，就跑对，出这去了。就不行了。所以这样呢是黑棋不行，这样一来呢，黑棋白棋长之后，黑棋有点难办。那他这个只好是选择了像实战的下法，对，实战他是选择粘一个，是，提掉，这这个黑棋就显得有点，样，也算整形啊，但是整的这个棋形不是太满意，可以这么对，说。觉得好像就是这五个还在嘴里，对，然后外面也不是很厚，外面不厚不厚，这个棋应该说是有点儿棋形上其实是有点惨的，接下来白棋是搬，对，这个地方慢慢的他可能觉得不好硬了，他也没硬，拐一个，搞一个，那白棋就把这个吃了，应该说，黑棋虽然是跑出了一些啊，但是主力部队应该是全军覆没了。应该是这五个子儿，我们说他一直是，从一开始想占便宜，但最后呢是便宜没占到。对，反而是被对方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手段，但是就让你也很难受，最对，终还是不得已就死掉了。是，应该说这个整个战役确实是黑棋得不偿失啊，另外一个，咱们还说的这个地方一直有的问题啊，现在还是明显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黑棋现在一个比较头疼的地方。是，那黑棋还是得把这些都得注意起来。对，是打吃。大吃，而且应该说现在是有点优势心理了，补了一个，对，长，然后黑棋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必然了。对，大吃就提掉。提掉，嗯。应该说这个呢，现在无伤大雅了。对白棋来说，这个地方可以去占一点局部上的小利，是没什么关系。嗯。接下来从这边搬。搬。嗯，黑棋还是希望。应该说这是最后一块白棋没有安定的地方了，嗯，所以黑棋希望这个地方还是能有所得吧，应该这么说。嗯，没错。白棋走。走，黑棋是强行搬过来。对，要在这儿用强，把这个要给他威胁啊，分段。是这样。白棋打。嗯。嗯，白棋策略也很清楚，他是左右，他是分而治之。嗯，因为这个地方确实白棋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嗯，黑棋并没有什么，没有那个说有什么有利的地方啊。对，长。嗯，长。然后他是先飞了这个。嗯，这步棋也挺狠的。这个就是白棋说你还来攻我，其实我现在还要瞄着一下你的这个毛病啊。嗯，他是。黑棋，你看看怎么办？嗯，你他是希望你吃这个，我这顺道提一个，让你粘回去，这样我再里头再处理。嗯，啊，这个很高级的战术。对，黑棋呢实在不肯打这一下，对，没走，他可能还想保留味道，他还是想保留长一个的变化。嗯，他选择长，白棋贴，白棋贴，嗯，这一贴黑棋有点难受。嗯，嗯，哎呀，这三个字。这地方主要是刚才赵老师难受，是我好像不能顶住啊。嗯。对，顶住的话，我这一扑你是本身是有问题的。吃掉，粘这一粒，嗯，这个地方黑棋是有问题的。啊，这棋我就已经死到脚上，挡不上了。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气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般下棋一定不能气走得特别紧。嗯。一走紧之后呢，就容易对方产生这个。这种滚打包收啊，收气吃的这种手段就容易出现了。是，所以这个地方呢，白棋一贴呢，这个地方黑棋的气紧就明显这个显现出来了。嗯，他就不能顶住这个气。嗯，对，这个局没有，你只能选择粘一个，应该是。啊，你挤这也没有用，挤这我还是一样。对，只能粘。那粘呢？说实在，这个地方白棋的空间是越来越大，这个地方挤也是先手。这个我们，这个应该说这个空间非常大，这个活棋是完全不成问题。嗯，没错。所以呢，这个于老师呢一看这个粘一个呢也实在是没有心情。没有心情。嗯，他实战是在这里。他是长了一下。嗯。长他粘上。对。他是问一下黑棋。嗯。白棋走的挺简明，他把这个粘上了。嗯，粘上。嗯。啊，这个就算是一种妥协了。嗯，当然这个妥协有点无奈啊。你正常来说，黑棋是强搬过来是想着攻击白棋。嗯，如果说一开始他就准备这么妥协的话，我猜测他不会强搬的。对，这没收获呀。对，这明显是没有收获。嗯嗯，而且现在呢，白棋简明的一万，等于这白棋还吃出好几目。应该是吃掉三个子儿，至少有六目棋啊。没错。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不是太成功。对。嗯。接下来提，其实这个地方，我想就整体吧，哎呀，应该说白棋度过了这个难关以后，局面已经相当的清晰了。对。嗯。应该说这个棋，白棋这个地方还一直有这个手段，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呢一直很被动。嗯，他在吃。嗯。黑白棋吃，嗯，黑棋现在应该说是还是想在这地方走出一些问题来，是不是就算是最后的一种挣扎？嗯，对，应该说是，应该是他还是有所企图啊，但是这个地方应该说白棋太这个弹性还是非常足的。嗯，就他可以回去，嗯，从这后面吃，嗯，就是大家注意这个时候，我这里是不入，嗯，但是我可以从后边吃。对，嗯。所以说现在呢，白棋只要安全的把这个全部做活的话，应该是白棋的实地上是比较乐观的。嗯，黑棋是粘上，粘上。嗯，白棋在这个贴一个，把这问题都补上。嗯，贴一个也是比较安全的下法，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走的话，这也可以打了这个，可以有这个手段。嗯，
摘的一个比较大的一手棋。嗯，所以贴一个呢是比较安全的下法。就基本上现在就比较简明了，你收的也有限，对，然后我也能收到相对大的，对，嗯，他是走这个，对，嗯，挡住，是这样子，嗯，黑的是补了一下嘛，脱掉，脱掉，嗯，这样。其实也就差不多这些，嗯，就是一人可以走到一些。现在应该是双方是进行到收官的阶段。嗯，这个。对，不过就是其实这个胜负应该对他们来说也都，比较的明晰了。对。嗯。都跟着硬。嗯。这个，就是提了一下。嗯。把这个交换了，这种属于是打将。嗯，是，走成这样，周老师，其实我们看看，就是到现在为止嘛，其实刚才通过整盘棋的进程哈，应该说大家也都了解，就是，中央基本上定型完，胜负已经就分出来了。对。啊，那我们这盘棋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大家。回顾一下啊，我们了解一下。应该说这盘棋整个流程啊，应该说是于老师不是太发挥，虽然他也发挥了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这个在敌方这个阵营中啊喜活的这种精彩表现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跟着白棋的这个步调在走，尤其。后面这地方想便宜的地方呢，应该说是走的不是太成功，嗯，走出了一个包袱，是，从事后来看，这个点的下法应该是值得商榷。这最后呢，应该说这个地方白棋处理的比较好，黑棋就一直比较被动。嗯，然后当然最后把这全吃掉之后呢，这应该胜负已经明了了。嗯，也就是这盘棋最终是决赛嘛，所以最终是。日本的这个王立成九段，当然他也本身啊是我们中国台湾人啊，获得了2019年的这个元老赛的这个冠军。对啊，应该是很，其实这盘棋还是一个很精彩的，两位都体现了自己的水平的。对啊，好，那么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